列支敦士登王室热爱艺术收藏，这次来台湾展出118件珍贵的艺术收藏品。除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的人物肖像画之外，巴洛克画派代表人物鲁本斯也不容错过。展出的七幅真迹内容包括了宗教、神话与肖像画等等，在他的作品中，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感性。圣母玛利亚颤抖着手臂，替耶稣合上了双眼，围绕在旁的人都露出了哀戚的神情。这幅充满戏剧张力的画作是法兰德斯派画家鲁本斯笔下诠释的圣殇。这幅圣殇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是很常见的，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信徒呢，在围绕在他身边，非常悲伤。可是呢，鲁本斯的这幅圣殇，他画出了很多人性的悲伤，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样板式的，好像说啊，这个神或把他神格化，然后就是变成样板式的一个场景，而是这些你可以悲伤，你可以看到，就是发自内心的，然后一种悲痛的，或者是说一种隐忍，或者是不舍，各种各样的情绪，就是因为你在鲁本斯的画里头呢，可以能够看到人的情绪，所以鲁本斯的画作才能够去打动人心。列支敦士登王室热衷于艺术的收藏，累积了500多年的欧洲艺术珍宝，这次来台展出。除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巨擘拉斐尔的人物肖像画外，鲁本斯的作品也受到瞩目。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他们有一个画展，那就提出了这个，就是鲁本斯大概近300年来的西洋艺术史呢，鲁本斯是影响最大的。假设没有鲁本斯的话，也许没有洛可可的主义，也没有东方主义，也没有甚至于后来的印象派都不会有。七幅来台展出的鲁本斯真迹，展现出了构图气势磅礴、色彩浓烈的独特风格，深获当时王公贵族的喜爱。因此，有许多达官显要都向他定制个人的肖像画。他的肖像画哦，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说很有人性的感情。这个部分呢，跟一般贵族肖像是一个冷冰冰，然后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扑克脸的那个样子是不一样的。鲁本斯的感情非常的奔放，所以他在画人物里头呢，即使是贵族，他还是有很多贵族的个人的一个特质是在那个肖像里头是会表现出来的。鲁本斯在画作中展现的动感韵律、严谨精细的画风，深刻影响了西洋艺术史的发展。